这个会有四点共识，向大家说一下。第一点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，都要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打击。 在这方面，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一致的立场。You can have some guidelines evolved for them to follow, not binding on any.